日本名人天王在星期二在皇宫举行了新年祝福的欢迎仪式。现年84岁的名人天王在明年会将皇位传交给太子。名人天王在发表他的年度演说当中，感谢日本国民对他的祝福。名人的太太美智子皇后亦参与了新年祝福仪式。日本皇太子德仁和他妃子亦站在名人天王的附近。新年的到来是一个罕见的机会，给日本公众和日本天王见面。由于名人天王的年龄和健康问题，加上即将退位，所以今年的活动预计吸引比平时更多的人参加。